我是不拿你当外人才给你看水库，我是拿你当家人，所以才给你看水库的。你都是我的家人啊，宝贝。宝贝，你就是我的家人。我说你是我的家人，你叫我妈妈是什么意思？真好。谢谢维他哥。是因为情人节吧，情人节一个人就会觉得很孤单吧，因为很孤单，所以很冷吧。别的坏女人给拐跑了呢。
天是情人节哟，我暗示你一下，今天可是情人节哟。男友哥哥在吗？不用多少，你想洗头我就给你洗呗。你说姐姐可以洗个头吗？你得问我，你问我。我有好喜欢的呢，情人节快乐，好喜欢的呢。谢谢男友哥，男友哥，再来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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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耶耶耶，两点洗吧。灯牌哥哥，谢谢小刘哥。谢谢阿修阿外哥哥，谢谢哥哥的灯牌。六哥，谢谢六哥。谢谢刘哥，我看一下，刘哥你还差一点点，刘哥，
刷三个灯牌就好了。加那个辣椒，很尴尬呀！你们不会一直嘲笑我呀？要蘸辣椒了吧？嘲笑我吧。我每天都吃，我妈会做咸菜，咸菜里就会有辣椒，我每天都要吃咸菜。你们不要嘲笑我了吧。我不天天吃我难受。可是我喜欢吃咸菜。哇，谢谢，谢谢坤哥，你也太好了吧，坤哥。
天咱们就穿黑色。黑色啊，兄弟们，白色也行，冲啊！有没有哥哥帮婉莹过过任务的？明天婉莹给你穿黑丝啊！这样行吗？哥哥，哥哥。灯牌还差三个，遭惹事态了。
看肚肚哦。
告白灯牌也有，一直过流通，或者过就好。只是单纯的长得年轻罢了，我就是年轻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
那你不能说我年轻，是我的错啊。年轻还不好吗？谁又不想年轻呢？去帮我呀！
我刚才去看了眼，你今天为什么没直播呀？哦，月姐今天怎么没直播呀？哦，月姐是去过情人节了吧？记住，我爸有的时候回来，有的时候不回来。我爸是去山里面，然后给别人挖煤的，没事就在山里面，不在家。过年了回来待了十几天就走，又去挖煤了，很辛苦的。再过两三年就退休了。比较早，虽然我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块，但是我妈都不用上班的，就是我爸就所有工资都会给我妈，自己一分钱都不会留的，而且我爸从来都不会藏私房钱，知道吧？就是所有的钱都给我妈，我妈从来都不上班。而且我爸在家的时候都是我妈做饭，我爸打扫卫生啥的。我爸抽烟喝酒，抽烟抽的比较多，酒的话就偶尔喝。你这也太卑微了。
就是我爸特别尿急，我爸就是性格很尿急，你懂我的意思，就是爱酸急，就是爱耍小，爱耍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哥哥的六六小星星，喝多了刷吧。那你告诉我喝多了啥意思？不是让我劝你吗？急躁性格，也不怎么说，就是爱耍，就是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，然后就突然间就生气了那种，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也不是就耍小脾气吧那种，也不是特别大的那种脾气，比较矫情。对，差不多。我妈的性格就很温柔，就是那种很温柔的。她只跟我妈耍，她不跟我耍，她也不跟别人耍，她只跟我妈耍。他跟别人耍，别人也不惯着他呀，我说对吗？再刷一个森森哥，三个灯牌就可以领一本魔法书了，森森哥，冲啊冲啊！谢谢森森哥，哇，森森哥。
哥你真好。